大家好，欢迎回到嚟《芒向编辑部》嘅《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啦。今节咧有我许晨啦，另外仲有我哋嘅新西兰义德台阳。大家好。好啦，请记得咧帮手 like 我哋呢一段片啦，仲有订阅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好啦，喂，手足埋嚟睇，埋嚟拣啦。喂，2025年啊，最快啊吓，即系喺呢一年嘅年头咧，据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所讲啊吓。会考虑一下咧，会唔会系叫重开嘅？如果系啊吓，到期时咧，你哋就真系可以嚟一个叫煲底之约啦！哇，精彩啊！啊好，又要攞翻你呢张图出嚟编先，即系连佢哋自己人啊都顶唔顺嘅阿图咧，即系呢个阿图咧，即系最贱格系啲乜嘢咧？嗱，你自己咧，嗱，我跟翻嗰班同路人嘅语气啊！你自己躝咗去英國，就話自己係繼續畫啲咩抗爭嘅畫啊！之後咧就不斷恥笑香港，恥笑我哋呢啲嘅留港派，令到我哋咧就相當之難堪，即係將我哋啲最慘、覺得最唔開心嘅事咧，就不斷攞嚟挖苦、踐踏。系啊，即系咁嘅人咧，我哋抵唔抵俾钱你吓、啊？你呢个逃吓、啊、逃走咗，即系佢系逃鸦个逃啊吓！嗱、啊、呢件事咧就相当精彩啦。咁啊，依家提到一煲底嘅时候咧，就即刻就会攞呢张出嚟噶啦吓。咁啊，大家睇嗰个漫画咧，睇得清唔清楚啦吓、啊？就个意思就话咧，四三二一，咁啊，大家一齐掹低晒呢啲咩口罩啊，成啊定点样啦？咁啊，认得对方啊，攞杯酒啊！一齐喺度干杯，咁啊，跟住啊，中间左手边第一格啦，啊，佢哋咧呢个 FF 啊，即系 Final Fantasy 度咧，去到监狱嗰度啊，就打开嗰个监仓，就欢迎获释嘅意思，哇，着晒啲黑色衫啊，定点啊，一齐敬礼啊，嗱，仲有啊，中间嗰个犀利啊！啊！爆眼女都出埋嚟啊！吓，爆眼女都翻嚟啦！啊，犀利，咁犀利啊！之后咧，放晒啲意思出嚟咧，就终于可以画面嘅右手边嗰格啊，即系中间嗰行啊吓，悼念咩英烈啊，啊抗争嘅英烈，哇！点叫中间嗰张相啊，仲要系阿梁烈士啊，系咪梁烈士啊？嗰、那个唔知点解。嗰、那个傻佬啦，嗰、那个嗰、啊那个着住个耳钩自己扇咗落嚟咧，就话林郑拱佢落嚟啊，真系犀利啊！啊，跟住仲喺度电走，咁啊揦住支嘢啦，喺度喂汽油定咩嚟噶？之后喺度电走啦，啊，咁啊跟住最底嗰张咧，左手边啊，我哋赢咗啦！嗱，跟住点解话我哋 FF 咧？我哋望下啦，画面嘅最下边右手边嗰格，应承我要一切赢啊！其实嗰阵时咧。仲喺嗰個黑暴現場啊，即係整緊嗰啲散陣嗰啲嚟噶，喺度 FF 緊咧，即係第日咧，我哋點樣一齊去呢個煲底之藥嘅時候啊嚇，哇犀利啊！這個、呢個咧飛機圖啊，啊即係連啊嗰啲衛星啊都俾你打落嚟嗰只啊嚇啊好啦喎，咁我哋講翻依家究竟咩環境啊嚇，會考慮究竟係咪重開嘅啫咁啊？应该理论上咧，嗰个机会率都好高噶啦吓。咁啊，梁君彦就话，因为依家咧大楼啊，嗰个正门入口咧就有啲美化工程做紧啊，已经咧就叫完成啦。咁、哦、不过点解唔开咧？就唔俾佢哋快啲嚟一个叫煲底之药咧？佢话因为仍然喺扩建紧啦，里面咧有一啲拆卸紧嘅玻璃啊，都摆咗喺示威区嘅旁边嘅广场。咁啊，担心咧，对于有啲嘅示威人士咧，就会有风险啊！你都知啦，中意爆玻璃嘛，佢哋吓。咁所以啦，就要等到2025年咧嘅年头，扩建工程咧完成晒之后咧，先至考虑重开，亦都会谂下嗰啲安全嘅考量啦。你话同政治有冇关咧？吓、啊，梁君彦都话冇啊，冇噶。咁我相信都冇嘅。仲使惊你啊？啊，系咯，做啲咩出样啊？借佢啊，咪就系咯。即系其实你见佢哋咧，连嗰个煲底之药呢样嘢咧，佢哋自己都笑紧呢样嘢啦。你觉得仲有冇人咁 seven 咧？话要去我哋要咩煲底之药？好啦，就算啊，连唱煲底之药呢首歌嗰个人啊，阮文安啊，男主角就系佢边咩
即嗰啲啊，去揾咗阿邝俊宇啊，喂，邝俊宇都杀手陈环都唔理你啲嘢啦，系咪啊？系、啊、都有嘅，拍下片喺度讲下时事嗰定点样啦吓？啊，咁啊，你话写书有冇写咧？冇啊，女主角《煲底之约》呢首歌咧，周庭去边啊？冇啦，消失咗啦。系咯，咪即系同你哋讲《煲底之约》嗰啲画啦，即系画就阿图啦吓，就去咗英国。邝俊宇咧就眯埋咗，周庭就唔知去咗边度。啊！搞呢首歌个背后嗰个幕后黑手咧，就系阮文安吓。阮文安咧就去咗嗰啲乜鬼啊？叫做认咗罪啊，洗颜色钱啊，仲有嚟呃你哋钱，呃钱嘅。原来到最后即系讲呢个煲底之约出嚟，呃你哋嘅啫，即系卖弄呢啲嘢。系啊，摆明噶啦。又要啊准备踎监啊，跟依家就还押紧啦吓。咁、啊、佢老婆咧就撇埋，咁仲煲咩底之约？唔使约个冇噶，啊呢、這个完全系一种幻想嘅目标嚟嘅，根本都唔存在，系咪？笑话咯，所以而家你即系你连自己咧，依家摆翻出嚟咧，都即刻喺度狂笑啊！系、啊，例如咁啦吓，或者都唔信啊，即系个煲底咧开翻之后，可能都会有安检吓，佢、啊、开咗等于冇开，嗱成班人摆出嚟笑啊，即系例如咧摆翻个咩佢哋搞到咩煲底火锅啊啲咧，又摆翻出嚟喺度笑啊，定点样嘅吓？仲讲煲底，即系佢觉得吓唔系啩？即系煲底啊，已经呢样嘢俾佢哋我哋玩到烂晒，即系自己人玩烂咗，即系头先我哋讲到嘅好烂噶啊歌啦吓。啊跟住就插画啦，开火锅店啦，即系再数落去就话吓，唔系拉晒嘅就走晒啊，流亡坐监啊，唔知去咗边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仲要翻埋去内地就打边炉，真系唔方便煲底见啦。系啊，吓、啊、即系好多啊，而家俾人影到咧，越嚟越多呢啲。黄嘅咧都走咗翻去内地喺度去深圳玩啊，食得好开心、啊。我唔出声咯。就是、香港煲底佢哋唔理啊，走咗翻去内地咧啊，睇一睇个煲底啊，究竟咧甜唔甜嗰炉啊？啊，因为嗰啲啊打边炉嗰啲煲底咧，要个炉啊，要那个底要够平咧，贴住个炉你先得噶嘛吓。嗱、啊，之后依家喺度闹啦，就话哎呀。边度咧煲底啊？仓底就有入去啦，手装咁啊，即系佢哋自己人嚟嘅，仲要系都冇办法啦。现在有唔少人已经出翻嚟啦，吓都唔再过问呢啲事情啦。逐步咁，个个都唔再喺呢件事有任何回忆嘅，咁唔想提。出翻嚟嗰啲人都，但系你做咩咧？啊，都衰咗啦，贪馨香咩？咁提。所以咧，我觉得大家就唔使话叫太过煞有介事啦吓，或者咧即系惊佢哋咧会去到嗰度煲底见啊，又唔使担心太多嘅吓，因为过往嚟讲咧，佢哋唔敢再谂添啊，佢哋有一部分人系。其实唔单止佢哋嘅，另一部分人咧，啲人咩平民守城嗰啲咧，即系话自己企喺最前线帮手挡。去咗边咧？而家佢哋到时咪去嗰个煲底嗰度睇住咯，守住个煲底啊。哦，可能会嘅系。啊！嗰阵时佢哋就守住个连侬墙啊嘛，即系咁佢哋一守住个煲底嘅，咁啊等嗰啲闲就人等咧，就唔好走咗嚟搞事嗱。咁睇下得唔得啦吓？不过咧，我觉得即系社会嚟讲咧，即系唔单止疫情嗰个复常啦，系甚至乎咧呢一啲嘅叫做网友啊，能唔能够出嚟搞啲乜嘢煲底见嗰啲定点样咧？唉，即系呢啲煲底见嗰啲咧，老实讲啊，佢哋都唔想提。佢哋都覺得自己得啖笑嘅，我哋咧攞出嚟講，攞出嚟笑嘅話咧，其實咧等於喺度刮緊佢哋嘅啫嚇，所以我哋都唔需要忌諱咧，究竟好唔好講呢啲嘢啊嚇，或者啊，喂佢哋都唔講啦，忌諱就冇嘅，係有啲友仔就崩口人忌崩口碗啫，我相信。呢一部分人咧就系、是、可能话踎过嗰部分啦，佢哋唔想提咧，讲起都嬲啦。好老实讲，嗱，假设你系其中一个手足踎完啦，出翻嚟啦，你仲想唔想喺听到呢啲嘅说话？先衰到贴地啦嘛，系咪啊？你仲你提都唔会提添啊？佢哋呢种人系咪？因为有一啲人咧，可能当时又即系谂住，哦好啊，我哋一定要煲底见，即系睇咗个图呢张图咧，好感动啊，即系觉得自己咧。添啊！当时又唔系噶嘛，当时佢哋好嗨噶，系啊，而家睇翻好嬲添。嗱，咁点解你会咁嬲咧？就系、是、因为你自己中咗招，做咗傻仔，
信咗呢个傻仔啦，呢个傻仔走咗英国啦吓、你就去英国啊，仲话咩继续咧就画画为我抗争啊吓、啊？喂，我喺猫监嘅时候，我猫监有冇关心，有冇关心过啦？讲嘢系啊，喂，你画呢啲画出嚟嘅时候讲噶嘛？嗱、啊，当然啦，佢呢一张画咧都系一个想象嚟嘅啫，但系、例如咧，我哋望到嗰一格啦吓、啊，即系中间最左手边嗰格咧。他哋話要釋放嗰啲義士啊嘛，即係打開個監獄大門啊嘛。喂，可能有啲人諗緊，喂，佢當時可能真係咁白痴喎，即係點解呢張圖咧？我哋點解要擺呢一張插畫出嚟咧？你要明白佢哋當時嗰個白痴嗰個狀態係有幾緊要，即係因為嗰陣時好 high 啊嘛，因為佢哋真係覺得咧，佢哋只要嚇。争取到五大诉求的话呢就会撤销暴动定性就会能够释放他们的意思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暴动定性撤销了的话那他们就不是暴动罪非法集结啊全部都不是那就要即时放回他们咯。喂你没脑的你只是信这些我们那时候都说的就是有人以为真的可以逼到特首呢撤销暴动定性的话呢就会放了那一堆。咁又唔单止612喎之后嗰堆呢即係所有为咗反修例嘅呢都要撤销佢哋暴动定性喎讲到咁夸张喎。咁有啲人呢可能就唔紧要嗱我而家入咗监先即係判咗佢有罪先啦我等你哋等你哋呢可以争取到五大诉求咁佢咪可以释放意思囉即係佢哋觉得成张图呢是 OK 的那时候他觉得好癫啊他们 OK 的即是他觉得是 OK 的即是入了去先不要紧、你们尽快去争取五大诉求如果假设、当你呢在监狱里面看到报纸什么话移民潮不是啩做什么走啊你看看画面最右下角答应我要一起赢的嘛喂不是要赢的咩你做乜走啊啊我去打国际线你帮我看住香港啦由国际线赢返返嚟嘛咁好啦罗冠聪你赢得你几年你赢得乜嘢啊冇啊赢到可以上 BBC Talk 讲 Talk 啦係啦。你赢的是你自己的光环啫即是对于他们呢啲释放意思嗰啲呢喂释放意思屁都冇过啦是不是所以点解呢张图系咁好笑呢就係咁解囉是不是先赢咗你即係呢班人呢即係嗰个白痴都冇极限即係你依家呢你系当时睇唔出呢张图有几咁白痴几咁好笑话你哋话你哋呢白痴呢你又话人哋系蓝丝喂依家我再同你讲返呢你又自己系认无知咁究竟边个系无痴定白痴呢咁梗系你啦唔系我啊或者唔系听緊节目嘅你啦如果听緊节目嘅你呢如果假设啦你听到依家咁样讲呢番说话时候你觉得好嬲。嗱，你嬲我咁讲咧，咁就唔得啦。你嬲嗰啲罗冠聪啊，咩阿桃啊，你嬲嗰啲就啱。你记住，你要分翻清楚你自己个逻辑个问题，同埋你嘅仇人应该系向边度，亦都唔系向梁君彦。嗯，只不过咧系氹你吓，就系咩煲底之药，即系等于咁 ，Mary 吓、你俾我啦，我迟啲会同你结婚嘅。即系呢啲说话咧，即系俾啲咩你，你自己谂啦吓。咩或者你自己。好多嘢可以俾我，好多嘢嘅嗰啲咩龙凤额啊，借住俾我先就得咩？俾呢啲就但俾咩你自己谂啦即系可能咧，喂，有好多人咧都口爽爽噶啦，系咪啊？即系山盟海誓，冇呢啲啊？呢个阿信的故事或者以前嗰啲咩日剧，好以前嗰啲日剧好似真系叫咩山盟海誓咁上下噶吓，即系啲喊苦喊忽啊，即系好惨嘅，系几廿年后先至再翻嚟搵你啊？好老土嘅，睇翻转头冇噶，你唔系周星驰电影啊，系咪啊？喺个爱，如果呢份爱要加一个期限嘅话，我希望系一万年啊，一万年都有个期限啦、啊，系咪啊？喂，呢啲一万年系咯，即系你哋呢啲唔系喎，煲底之药咧，即系几时都会吓，定点点点一万年啦、啊。你唔系你俾人嗰啲系监仓踎紧嗰啲义士咧，即系忍好意思、啊。唔系嗰啲义士见都系好心痛啊。是吧哦絕對是啊见到又说喂又不是咁危险啫是吧咁你就走晒英国啊又走咗去。你有咩危险啊打仗咩
唉，而家走咗英国好多都嗌晒救命啦，有啲人静鸡鸡翻咗嚟啦，讲嘢。所以点解见到佢哋回流，连自己人啊吓都拍烂手掌咧？咪、就系咁解咯，唔在咯，就咁就系啊。啊，好啦，咁啊，今节咧我哋就剖析翻咧呢个煲底件咧，就需唔需要担心啲乜嘢咧？系、唔需要噶、啊，我反而咧系落见啊。我是落见呢个煲底啊，重开，我睇你哋见唔见吓，即系要喺佢哋嘅伤疤上面咧就撒痕粉，唔好撒盐啊，痕粉啊，撒痕粉先至过瘾咯，啊，睇、你哋咧拗到皮开肉烂咧，咁啊先至好笑啊嘛，系咪啊？系啊，冇错。好啦，啊，咁啊，今次咧讲到呢先啦，多谢大家，拜拜，拜拜。